卷积神经网络在刚才介绍的这些机器视觉任务上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那么究竟卷积神经网络与前面章节所介绍的传统的神经网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或者说卷积神经网络突破了全连接神经网络的什么局限，所以它有突出的性能呢？对于 MINIS 数据集来说，每一张图片的大小是28×28×1，这里的一表示的是图像的通道数，或者说特征图的数量。作为输入，28×28×1代表的是这28×28尺寸的图像是黑白的，只有一个色彩通道。假设我们只有一个隐层，隐层的节点数是500，那么一个全连接层的神经网络有多少个参数呢？应该是28×28×1，这是输入图像的尺寸，乘以隐层的500个节点，这是连接的个数，连接全值的个数，加上500个偏置，计算下来应该是约等于40万。那么当图片更大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在 C 法数据集上进行训练， C 法数据集它图像大小是32×32×3， 32×32指的是图片的尺寸宽和高，那么3指的是图片的通道，它是 RGB 三色彩通道的。假设隐层还是500个节点，那么这样输入层就是32×32×3×500，再加上500，计算下来应该是150万个参数。目前考虑的还仅仅是单个隐层，那么如果我们想得到更好的效果，我们还需要增加若干个隐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处理的照片很少是32×32或28×28的，都是在几百1000以上。假设我们现在的图像是600×600的，我们为了得到更好的效果，我们增加隐层的个数，增加为三层。三个隐层的节点数分别是300、200和100，这样计算下来将有1亿多个参数，这里还不包括偏置，因为偏置的数目跟全值比还是少得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参数的增多，它除了导致计算速度减慢，还很容易会出现过拟合的问题，所以需要一个更加合理的神经网络结构来有效地减少神经网络结构中的参数的个数，卷积神经网络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